你卖搁拍他拍听了，拍听，有你爱安怎讲？我是甲你讲，你也是甲你笑吼。阮到底要真生气，不是你想安尼，阮是互相了解。互相了解，伊了解你啥？伊若了解你，应该知你是有母有子啦。伊无应该遐尼啊，白计上去抢别人个，去破坏别人个家庭。我会互人笑，你做错你无责任。我有责任，少两个吼，我有啥物责任啊？我替你顾家顾囝，拼出来煮三顿，我无互你，也无互你看，我无去医院嘛，无去顾家呀。我逐工卖酒一斤，就是你，我无我家己，我就毋知你搁有啥物有哪下车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感觉家己做一件，无人有啥物通家己听，所以你有感觉家己那圣人呢？一切拢你家己想家己着，所有人所有代志，全拢照你的想法行。几点出门，几点回来才正常，食啥过啥才健康。你若遇到你唔知影代志，先想对歹。我若听这囡仔，你就讲，迄你你我我听拢无，多猜遐多。我若看一册，你就问讲，这写唔写，写啥，看这咧创啥？有闲看册，咱有得你去恁幽闭因兜看电视。你用人生讲，无共款的人个头壳内底，有一个无共款的世界。这个世界需要奋斗，需要出路，更加需要人个尊重。是因为需要通透，需要出路，嘛需要我给你尊重就对了。你看，咱俩讲话讲袂出声，你。